Summer Body 夏天体态训练系列，今天来到了第六天，锻炼我们的肩膀以及手臂。嗨，你好，我是 Gladys 葛雷，我是你的贴身教练。在今天的训练所需要器材有一张垫子以及两个轻哑铃。如果你没有哑铃，你可以用两个600毫升的宝特瓶装满水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咯。今天的训练每一个动作45秒，然后有15秒的休息时间，并且让你看下一个动作。请准备好你的哑铃垫子，那我们要开始咯。从半蹲手往前走，来到平板，掌心在肩膀的正下方，膝盖弯往后退，臀部抬高，然后半蹲，肚子内收，脚跟放下，抬起胸口，做一个蹲的姿势。感觉手臂、肩膀开始热起来。当我们在走的时候，尽量避免臀部摇摆，太晃动，肚子内收可以减少身体的晃动。我们来到下一个动作，将会是在地板棒式，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，你可以直膝前后推一次两次，然后跪姿，掌心放在手肘的位置，推推下下来，我们开始，一次前后推，两次前后推，膝盖放下，掌心下下，重复，请将肚子内收，推动我们的脚踝，要记得换手哦，前后，然后换手推，你也可以选择比较进阶的，如果你平常都有在锻炼，直膝推推下下，同样肚子内收，臀部夹紧，避免身体摇摆。我们来到了地板，掌心在胸的两侧，将自己推起来，臀部夹紧，用手臂的力量将身体推起来，来开始推夹臀，然后慢慢的放下，全部的重量都落在我们的手臂，也没有全部啦，但大多，请用手臂把自己推起来。在这个动作，你必须夹臀，避免用我们的腰去做动作，所以臀部夹紧，然后用手臂推，肚子内收，推放下时，你的手可以离开地板。回到刚刚的第一个动作，所以我们有三个动作，然后重复。忘了第一个动作没关系，我来提醒你，蹲，然后往前爬，开始往前爬，来到平板。蹲，抬起胸口，把每一个动作做扎实。来到棒式，轴撑前后推，然后掌心掌心，肚子收紧，膝盖离开，推动我们的脚踝，然后跪姿，推推下下，应该开始感觉肩膀酸酸的，
趴下。下一个动作，眼镜蛇，你也可以做伏地挺身。我们从这里夹臀，用掌心推地板，然后放下，抬离开，选择伏地挺身，跪姿。臀部夹紧非常重要，我们要靠的是手臂的力量，并非靠腰力。15秒的休息时间，我们换下一组动作。这个动作从棒式，掌心放在地板，你的掌心会这样子摆，变成一个三角形，跪姿。然后将掌心放好在地板，手肘离开地板，手肘离开地板，然后下下，然后换边，推起推起，下下。当我们把 一只手肘抬离开的时候，试着同样的身体不要摇摆得太厉害，我们要尽量控制身体的稳定。这个动作锻炼我们的拜拜袖，也就是肱三头，也就是蝴蝶袖。接下来几个动作都会是锻炼我们的手臂。休息一下。接着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哑铃，你可以站起来，因为我站起来我可能会在画面之外，所以我用跪姿，拿着一个哑铃，手举高，手肘弯曲，哑铃到脖子的后方，然后往上推直，手肘互相往内夹。所以如果你是站姿的话，你就这样子做，推下推，无论站姿或跪姿都能做，但我要让你看得比较清楚一些。手肘互相往内夹，手肘朝前方。往内夹的意思是，很多朋友会手肘张开，稍微靠近太阳穴，下巴抬起来，看着前方。这同样锻炼我们的拜拜袖、肱三头、手臂后侧。休息，下一个动作，肱二头，也就是我们的前侧手臂前侧，用两个哑铃，动作是折起来。手肘折起来，然后转向外侧，往上推，下，收回，然后打开，跪姿让你看，折，掌心朝前，往上推，回到这里，掌心朝自己，再打开手臂。所以这里有一点转动，手肘朝前，手肘朝前，手肘朝外。站姿也可以哦。通常第一个回合都是在探索动作，还没熟悉，第二次才是真正的训练。我们来到地板，回到刚刚的动作，棒式轴撑，两只手互相靠近，推推下下，换边推推下下，让你看正面。
拿起一个哑铃，站姿或者跟我一样跪姿，手举高，夹臀，肚子内收，下推。在这个动作，记得下巴不要贴到自己的胸口，抬起来看着前方。如果你觉得太轻或太重，你的重量可以调整。有没有发现，做第二次的时候，动作明显可以做得比较快一些，因为已经知道如何去执行动作。站姿，你可以站在你的脚掌，掌心朝前，二头以及肩膀的锻炼，打开，往上推，收，打开，让你的小手臂手腕画一个半圆形上来，再往上推，回到前方，半圆形打开，让手肘维持在肩膀的下方，维持在肩膀的下方，然后打开。接下来使用哑铃锻炼我们的肩膀。站姿，拿起两个哑铃，如果你觉得有点太重，你可以拿两个装满水的保特瓶，小的，双手往前举起来，用手肘带领动作，所以不是用手腕带动作，而是手肘抬起。站姿站稳，膝盖微弯就好，肚子内收，特别是当你把双手抬起的时候，你的肚子要往内收紧，然后吐气。在上方可以稍微停留一下下，下一个动作，手肘朝外拉开，哑铃在胸的高度，然后往外打开，回到中间，再放下，手肘抬起来，手肘抬高，哑铃往外延伸，收回，维持手肘的高度，再放下，拉，往外打开，收回，放下，我跪姿，因为这样子会看得比较清楚。拉，打开，你可以维持站姿哦，让你的哑铃维持在胸的高度，胸上。哦，肩膀好酸。哦，要注意哦，不耸肩，就让你的肩膀往下，手肘抬起。松，第三个动作，掌心互相面对，然后往外打开，推高，然后下来回到这里，掌心相对，用手肘往外侧打开，往上推，手肘下来维持在肩膀高度，回到胸前，掌心相对，很重要。用手肘带领动作，手肘打开，手肘维持肩膀高度，然后拉回到中间。
第四个动作，拿着一个哑铃，做一个半蹲，臀部往后坐，躯干45度，手拿着哑铃往前延伸，大概在肩膀或者头的高度。举高，稍微停顿一下。哑铃远离自己，肚子要收得更紧。需要的话，赶快擦汗喝水。重复刚刚的肩膀训练，肚子内收，夹臀，双手往前伸长，手肘带领动作，可以的话在上方停顿一下，再慢慢的放开。哑铃在胸的高度，下一组动作拉高，然后往外延伸，挺胸夹背，拉，外侧打开，收回，放。双手往外侧打开，让我们的张力维持更长的时间， hold 在外侧， hold。 这个动作会比其他的动作感觉比较重啊。第三个动作，哑铃相对，然后打开往上，哎，看不到我嘞。跪姿让你看，手肘抬高，与肩同高，掌心相对，然后掌心朝前往上。这个动作的重点，手肘维持肩膀高度，因为通常在这里，我们都想要把它放下来。OK， 放松一下 ，No， 把手肘抬起来。往外侧，如果很需要，你可以随时放下松一松，然后再继续。但请将每一次的动作执行都做完整以及安全。一个哑铃，半蹲，身体微微往前倾斜45度，
们还有四个动作，最后的四个不需要哑铃哦，我们放趴在地板。还记得我们的眼镜蛇，推起来臀部夹紧，推踩好脚尖，往后来到下犬式，回到前方跪姿，慢慢的往下放，推下犬式，请全程肚子收紧，往前放。你也可以做伏地挺身，下一个动作趴在地板，呼，夹臀，肚子内收，双手离开地板。如果你的背会不舒服，你的手可以放着，然后抬起胸口，单手拉，换手拉，然后双手拉夹背回来。进阶的选项，手离开地板，拉单边，单边双，推起来，从我们的前弯往前走，然后跪姿推起，然后再后退，来吧，往前走，跪姿伏地挺身，推直膝，再往后走。你也可以做眼镜蛇的选项，眼镜蛇的选项，来到最后一个动作，跟刚刚的动作一样，眼镜蛇下犬式，胸的掌心在胸的两侧，夹臀推起，用手臂的力量来到下犬式，往前推，回到地板，推下犬式。嘿，我们快结束了，最后的26秒。我要感谢以下的观众朋友给予的超级感谢以及捐赠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让我能持续制作更多的影片来帮助你的健康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同时你也想要支持我，欢迎点底下的捐款链接。 High five! Yay! Good job! 恭喜你完成了24分钟的肩膀以及手臂的训练，在接下来我们还有 Summer Body 系列还有一集哦，所以不要错过了，请订阅频道。另外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训练，你可以点这里，还有这一支你会喜欢的影片哦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